所以我刚刚是拿到标记标记。他不让我走欸，怎么会？你按这个门，然后按一，但不行啊！哦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嗯，他可以跑步，敢不要啊！恐怖游戏可以跑步都不是什么好事。你这边有个那个地洞，我派你下去。来，厨师，我派你前去查看。看，为什么不是你走前面？恐怖游戏我玩多啦、欸，我觉得我都不会被吓到。我会被吓到啊！我娃娃，哦，哎，干，干，不要，哎、欸，什么什么，怎样？放回去？我怎么放回去？我怎么放回去？我不知道。我拿到一个娃娃哦，就拿着吧，不会怎样。可是我没有。哎捡到一个火柴盒，干！我想关掉这游戏。哎！哎、欸，小姐姐，哦，哇！哎呦！我的天哪！哎、欸，你变小了。你是个洋娃娃。独自那个楼梯。他不行了。换米宝。这个娃娃是红色写轮眼呢，有那个耳机。我怎么攻击他、啊？不能攻击！跑！楼上，阁楼。哦，我是娃娃吗？那我丑吗？还行。那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娃娃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飘得很慢啊？你看 shoot。shoot 哦。好冲！好，谁在笑？阁楼钥匙，应该是里面有娃娃吧？我觉得。让我找朋友。冲啊！去拿娃娃。厨师快不行了，他在害喜。好。哎、欸，你在楼上吗？我在楼下了。都不知道我哪边还没有来呢。上锁。哦。需要大厅钥匙。他在追你啊？他去哪里？没有啊，我追着他跑哎、欸。抢！哎、欸，他进去了。对啊，为什么我前面还有一个小朋友？哎、欸，跑来抓你了！走！啊、这边。好像可以把你复活，你去前面看不进去。哎、欸，变大了。我觉得矮个子的视野比较好啊。哎、欸，我拿到一只。哎、欸，冰酸哦。所以我刚刚是拿到标记标记。我有些玩多啦，我觉得我都不会被吓到。天哪。会变小。哦，它是画叉叉。对啊。